这边我们看这这电视嘛，电视看嘛，我入去啊。看这边来，这边啊，这边用神打的。啊，对对对。你辛苦也无过，像你只跑的，你还吃。啊，你放开，这边用起来站桩。站桩。站桩是练这一个身体的稳定性。站桩的功能都没啦。嗯。啊，大部分人都有什么站桩是练腿力。练腿力是重的嘛，是还是不止练腿力啊？练腿力的重点在去做训练的啊，做蛙跳各方面，做一种健身房都会来啊。在运动啊，练腿力，一练练这个，这个桩，上面这个桩，哪一桩？立方桩，立方桩。这个桩啊，这个桩啊，我徛咧就是，我无出力，你搞啥？你来上班，我家我来做个同学的，这个桩嘛。啊，等我开始做开始，唔来，我就唔出。对，我们这边。